想最近来说道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昨天必成功为咱所提供的节目，在咱收音之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咱若是今日啊拄好无时间通听现场的，那么咱伫昨天必成功的网络按赞、访客、留言，会当重新来听。或者是讲咱听收音机有一个限制啦吼，啊，就是讲咱的发射无遐尼快，咱呢会当个下载台湾收音机啊吼，安尼听无杂讯。拢会当听现场的哦。伫遮呢，祝大家吉祥平安，早安快乐。下早起，咱的贵叔兄呢，点播一底，咱讲久久啊，就甲播一届，讲要听解怨咒，来即底坐演奏啦吼，邀请朋友共同做来分享。收听一段解怨咒，好，咱呢听清楚啊！咱每一个好朋友，坐冤坐咒，不管讲是咱解怨解结，还是讲坐冤咒来对咱的念，啊，咱嘛是希望讲啊，累生累世，咱若是有做唔对的，不管讲是思想上做唔对，观念上唔对，还是来行为上唔对的，咱拢。会去甲忏悔，然后，人讲会啊忏悔，悔不息，
咱都重新开始的那一种吼。咱讲前置无头前面的唔对，咱后边都未要去改变啦吼。所以讲人若无吃苦，咱未回头拜佛祖啦，你讲是唔是呢？出人必成功的宗旨，这个婚姻观大悲乡三吉村中陂十六至五十二号，今物呢哪来哪接近到咱十一月啦吼，啊，咱讲十月，哦，咱有真侪圣事啦吼，包括咱十月半，咱讲三观，就是咱水观大帝，过来就是咱呢五吉虚空地庙大慈尊万寿，咱一连串啦吼，拢有这大祭典啦吼，过来十一月十六，就是咱慈天陂圣公呢。咱的丁酉年开新丁，就是咱拜道三天的法会啦吼。咱伫这三天的法会圆满，过当天的拜六，啊，就是讲咱的暗时啦吼，咱的平安福宴，咱就咱二庆祝二十五周年庆，啊，咱的这个燕王宴来恭请诸天神圣来降临，哦，好咱呢吼，会当咱讲天恩师德有机会啦吼，好咱来感恩啦吼。那真的非常感恩，咱伫吼，即届拄啊好配合中陂吼，啊中陂下陂吼，啊加咱六房天上圣庙红坛吼，咱的这个老驸马甲老三王配合这个地方性的吼，这个平安绕境，拄啊拢是伫咱这个发挥啦吼，煞吼，既然礼到发挥煞平安恩煞过灯光啦吼，就是礼拜伊要来举办啦吼，希望讲咱的朋友若有闲。要来参加平安绕境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讲要来吼，甲、哦、咱慈天陂圣公斗护持的，甲咱六房天上圣庙，或、哦、者、这个绕平安境，然后咱若要出人，吼、哦，咱讲出人，吼、哦，出力拢会使，啊，咱会当先甲咱姜的登记，咱有偌济位要来，然后啊，要来参与，吼、哦、啊，欢迎咱的道亲，人讲互相来共享盛举，好、哦，咱即个即个吼绕境平安境会当闹热，有个庄严，然、哦、后。来讲到讲历史上，吼、哦，历史足济啦，吼、哦，得讲千古不朽成功的人物，真正有够济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只是讲咱即嘛，得讲到讲成功不朽，啊，千古不朽。咱今日来讲，人的寿元有限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名是留伫对，名是留伫后世人咧个怀念。所以咱的心性咧，伫世间啦，吼、哦，我拢唔是讲活真济岁。哦，包括咱咧拜的神，哦，伊嘛是在生的时阵吼，咱咧拜妈祖，伊嘛是十九岁就飞升啊。所以人讲历史上，哦，即个千古不朽成功的，即个所谓神圣也是成功的人物，哦，拢是对这个艰难困苦中奋斗，哦，也是讲天不生圣贤，不生庸才，庸才者自安逸逸乐。所以就讲天呐。无咧生圣贤呐，吼、哦、啊！但是嘛，无咧生庸才。但庸才呢，吼、哦，伊家己感觉讲，我自己安乐就好啊，我管在别人去安怎？吼、哦、啊！有个人咧讲话讲，啊讲我较歹听咧讲，我家己好就好啊，管在别人死了了，这嘛有人安尼讲。啊，所以讲生无咧生一个庸才，但庸才者，伊家己感觉伊安乐就好啊，伊自甘为庸才。吼、哦，咱家己自甘沦落凡夫，自我安逸就好。不管别人怎样，所以咱得随波逐流，醉生梦死。那么去找家己来锻炼，然后啊，家己来去创造，来发挥咱生命中的潜能甲神慧。咱若无去个开辟，咱要哪有这个潜能？要哪有这个神的智慧？吼啊，咱无发挥咱的生命中的潜能，吼、哦，甲咱的神慧，咱要哪期待讲天地精神共往来？天地精神要哪甲咱共往来，咱要哪甲天地精神来往来，咱家己都，人讲早时五点七点来运动真好，唔过你要伫文昌顶咧，哦，咱不管是拢伫地咧练，拢伫枕头山棉被洞咧练，哦，啊，咱要哪去讲啊？天地精神要甲咱的有往来，无可能嘛，咱将其心含伫，哦，
哦，涌流当中，哦，涌流就是讲哦，涌涌熟熟啦，吼、哦，就这样子流浪生死，叫做涌流。啊，伫这种的健康内底，咱就无得自拔。吼、哦，啊，讲死嘛，甲草木同款，人呐，讲生死甲草木同朽啦，吼、哦，甲咱的禽兽嘛，无啥物吼分别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吼、哦，咱讲神圣的定呢，量身靠碳呐、啊，吼、哦，圣人甲英雄食牛。哦啊、到底是咱要安怎去自创自造、自立自成？咱若无去自创自造、自立自成，转境而不为境转，吼、哦、啊，转物而不为物转，转人而不为人转，转世而不为世转，吼、哦、啊，这拢是啥？就是咧讲先生咧甲咱讲的啦，吼、哦。你讲咱家己都爱用心啦，吼、哦，家己去自立自成，吼、哦。咱今日去转这个境，唔是无可能啦。哦、有可能，但是咱要转境有可能，转物嘛不是无可能。吼、哦，在咱这个人事物内底，吼、哦，讲转人不为人转，转世事不为世转，就是咧讲咱今日今日要解脱这个生老病死苦，要脱离这个轮回，咱家己嘛是要有一个主张，要有一个打算，要有一个毅力。啊，你这我都安怎？噶我都讲吼，以天地精神共往来呢。咱的千灵来开发，咱的心灰自然对，安怎发光发热嘛吼？啊，所以呢，咱讲，先生定咧讲啊，基台啦吼，基台即个诸生吼，会当依道来学。啊，咱若不做讲吼，咱人做人啦，无道理。所以人定讲一句足谦卑话啦，讲有理吼，行遍天下；无理，寸步难行。就是讲，依道不可道，可道非道。啊，一个讲到咱人来到这个世间，以此道，但是你要甲行好，吼、哦、啊，唔通呢吼，在这个无道的来当中呢，你去认真去拍拼，拍拼到尾啊吼，人讲发发而不相应，吼、哦、啊到尾啊呢，你会感觉讲啊，做人真唔得，啊你发发不相应，当然你做的都无合道，无入理，当然嘛发发不相应，发发若不相应，你就感觉世间是白来的。啊！来这个世间呢，你会感觉安怎？你会感觉活了无什么意思啦吼！啊，那活了无什么意思啊！咱这个人来到这个世间，就是空空的躯壳，吼、哦，小小什么嘛无啦吼、哦。所以希望讲咱的道亲啊，加减啊听啊，加减啊个听，加减啊个了解啦吼、哦。所以咱伫这个《大东经经》内底咧讲着啥？讲着讲上节。人咧讲话，唔免讲啊，足济啰啰长。你啊看有个人吼，要听伊一句话，后壁是咧讲重点，头前废话一堆，讲到你听到用尾安尼，会去。有个人讲较无耐心的，我咧就惊。有个人听到会吐大气，有个听到会堵咕，就是咧讲讲话精杂就好，精简就好，短杂分明。人讲阴阳顿挫，吼、哦，今日咱不管讲啊，恁每双咧伫遮咧上节目啦吼，咱讲言精。吼、哦，就是讲讲精简一点，吼、哦，迄个内底内容，咱有通学，安尼就好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就讲吼，精简，吼、哦、啊，用伫中节，啊，恰到好处。啊，然咱听了个对你都袂感觉安怎，袂感觉讲啊，梅香师姐咧拖白啰嗦啦，吼、哦，就讲一大堆，也没有什么重点，你讲是唔是呢？来，咱来听一段佛经，然后呢，那么进入到咱的《道德经》的浅说，《道德经》的浅说啦，吼。
来，咱即马这段是讲《道德经》全说。来，恁讲《道德经》的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无名天地之始，有名万物之母。咱昨日讲到这段，讲无名号嘛，无名称的物件，则是天地之间的元素。啊，若照安尼个讲，称呼甲名字，都敢那亲像万物的安名。今嘛阁刷落去咧，讲祥无欲以观其妙，祥有欲以观其巧。初两者同出自异名，同谓之玄。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咱这段来做一个浅说啦吼。咱就咧讲吼，咱人的心灵伫咧清清净净，连一点啊欲望嘛无的时阵，伊才会观察出一寡万物本来的面目。啊，如果若讲心中呢，咱还佫充满着欲望的时阵，然后你所看、所观察的，只是万物的外表而已。所以，甲你讲，祥祥就是看的意思。祥无欲以观其妙，就是讲人伫个心足静的、足静、足静的时阵，连一点啊欲望都无的时阵呢，你会当观察出万物本来的面目，静止。见到一个，吼、哦，咱讲思维放空的时候，你会去看到，吼、哦，你观察到是万物本来的面目，是为咱的心静出窍，然后去看，吼、哦，去观，因为呢，你才有法度呢，吼、哦，去观察出到咱所有天地万物是安怎来生成的，这个大自然的奥妙。啊、所以，如果讲咱心中呢充满着啥？欲望的时阵，啊，咱就趁钱啊，唯一的就是啥？逐工呢吼，咱所看到的拢是啥？街啊路行来行去，遐人形形色色，拢是为着啥？为着咱讲过三顿，为着营生，啊，为着咱家己个人私欲欲望。你甲看，大街上然后啊，咧开的店真多，但是咱都差着啥？差着咱人要互人娱乐的、放轻松的啦吼。有个人讲娱乐、放轻松是啥物？啊，着唱歌吼。过来就是讲唱歌的所在，若装着色情，因个着等于吼离开着咱人的迄种真正的纯娱乐啦吼。那么舞厅内底若装有色情，酒家内底若装有色情，这拢是咱人伫个咱种欲望中，搁再搁加出来一种啥欲望中的娱乐。啊，你若如果讲吼，咱会充满着这个吼，咱讲日时咱来拼，暗时啊吼，啊要去找一挂吼，咱讲会当互咱娱乐，佮有色情的所在，咱用这规工头壳拢乱乱想啦吼，想我今日来赚足侪钱的，那阴暗呢吼，都要来倒位啊吼，来放松娱乐，啊，迄、那个娱乐呢吼，又果是唔是咱正确的疏解咱的心灵的所在？啊，咱若如果讲用这种的心境，哦，可比啦吼。讲咱即马规条头家拢咧想讲，哇，因阿要来对娱乐，因阿要对来啉烧酒，因阿要来交警跋筊，我唔知赢偌济啦吼。你若用这种充满着欲望迄种心，你所观察到的，拢总是万物的外表而已啦。吼、哦，两种人的心境无同，所以咱所观察到的事甲物，当然就无同款的见解甲看法。啊，这都唔是讲啊，咱人咧讲闲，要安怎讲闲？物件明明都伫咱的面头前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咧讲是甲唔是，吼、哦，啊是讲对甲唔对，这拢伫咱人的思维内底，这项代志哦，一体两面，吼、哦，一体两面。啊，所以讲咱人来去拄着代志的时阵吼、哦，你来静落来想，这个一体两面内底的确实。所以有个人是吼，伫、哦、东边得啊，西边失。啊，就讲啊，前手接钱，后手空，讲万吼，咱讲万万都想未到，讲吼，咱一世人吼，拢为着趁钱奔波啦。但是呢吼，啊，咱正手趁钱，倒手开钱，有时啊，伫这边咧蚀，吼，啊，伫这边咧跌，啊，有时啊，伫这边咧跌，伫迄边咧蚀，咱拢想无。世间所失去的是啥？无咱讲，较早咱少年的时阵，哇，烟斗。
吼、哦、啊，咱来照镜有偌水。啊，几年后你甲看，哎呦，啊这边嘛撩魂，啊这边嘛安尼头毛拢走出来，白拢总有啊。迄个时阵，人咧叫咱阿婶哦，啊甚至有人咧叫咱阿婆，嘛人叫咱阿嬷的时阵，你失去的是啥？啊，你讲钱买袂到，倒当啊咱的青春；钱买袂到，当啊咱的健康，迄个叫做失，迄个叫做失啦。啊，咱免工作闲。吼、哦，两种人啊，两种心境所看到、所观察到的无同款。先啊，讲心性，伊会讲长治久安。来到这个世间，一世人都有够啊，唔免我伫只一直咧世世轮回。你若一世人会啊过，人就生生得道啊，人永远都吼拢伫个吼，人讲心生性境啊，唔免为着生老病死苦。五浊恶世，伫这个所在伫咧轮回，逐工呢拢为着咱过去所行过的路来负责任。啊，过去所做过的因果，爱来偿还呐，吼、哦，爱来相还。啊，所以讲，两种人的心境无同款，两种观察到的事物嘛无同款。讲圣人所观察的，吼、哦，伊就是较长治久安，伊较想的，就是去想了这较轻的，伊较无爱讲安尼个牵挂，啊嘛较无爱挂碍的这，互咱人呢会当安怎，会当顺化，吼、哦，清凉。吼，回心到原来清净的乐土，这就叫做圣贤。那么呢，凡夫呢，伊充满着欲望，伊所爱的就是世间的物件、世间的财物、权利、名色。唔过呢，这留会掉无？留未掉？咱是暂时哦，咱欢喜讲自我感觉良好。咱看到老厝真欢喜啊！哎呦，咱有法度去买几啊间？啊，咱讲几啊间也卖嘛八尺，吼、嗯。啊，遐厝伫咧租人，啊，你坡底加一个零，到尾啊，咱爸体若下步，遐依然是别人个，啊，你会感觉安怎？讲啊，白无用一世人，白忙一场。啊，既然是白忙一场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到这个时阵的境界看法，你敢会感觉讲啊，失去的足济啊，失去咱的青春，失去咱的健康，失去着咱一世人。拢无甲心性接近的机会，就这样庸庸俗俗的这样过了，安尼敢毋是足无彩呢？人会当来世间出世，毋是逐口罩有诶呢？啊，所以咱讲到这，讲到贤病，先来讲贤病这个门。哦，咱讲玄妙之下，如果咱搁深入去甲探讨话，咱就知影讲搁较玄的问题是啥？你相信无？哦，啊，咱研究这个道，这门的这个学问，的确，所有的玄妙之门当中最玄妙的，你是不是想要去了解？所以跟你讲哦，一观其教，初量者，就是讲咱别别人呢，哦，圣贤想的，圣贤嘛是人啊，伊想的，哦，啊，甲做的，甲咱一般凡夫就是不一样了，吼、哦。所以到尾啊，来就去讲到咱的玄妙，讲到咱的宇宙的奥妙，讲到咱修学的玄之又玄，众妙之门。咱今日就讲到这，明仔再来讲这个观教宗啦吼，相对论来甲咱的朋友用上千白话语，和咱大家更加了解讲啊，道德经吼、哦、五千言，啊道祖拢讲这安尼这么文言文，啊咱免啊听有。那每项个浅白话，大家咧听就听有啦，你讲是不是呢？来，咱的朋友，今麦咱来听一段道曲，邀请朋友共同做来分享。Oh.
咱细心去甲听这个道曲，你就感觉讲哇，悠悠伫这个山景当中，山泉鸟兽安尼飞来啊飞去，这种清凉的心境啊吼，真的是世外桃源呐。薛师兄啊，讲昨天再好也走不回去了，明天再难也要抬脚继续。没有人能烦恼你，除非你拿别人的原型来烦恼自己。然后，讲无人放不落的代志，除非家己无愿意放落。讲日子过是心情啦，生活要过是质量。吼、哦，质量啦吼、啊，所以讲，咱的朋友，咱心唔是呢吼、哦，啊，每一天都是要前脚走，后脚晃啦吼、哦。那么呢，咱伫咱这个心境中呢，是不是会当去了解一寡呢？来，十点必成功啦吼、哦，咱的姜子达拢知影，服务电话，搁报一个吼、哦，5916045，外关市的朋友在加05，感恩。啊、来，甲咱的道亲进一段广告。虽然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045，外关市的朋友在加05，然后需要服务免客气啊吼。咱要参加这个吉安拜道，然后拜道做完成，拜道红销人，做生意上惊红多少，做生意上惊去荷兰安怎，荷兰甲咱设计乌窟啦。所以讲，小人啊，犯在家己的兄弟姊妹，安尼就上界歹治的啦吼。啊，那犯在咱的员工，可以讲咱咧做头家，啊，都吼咱下面的不管是经理啦，是厂长啦，是虾米啦，无我伫咱这边。那么呢吼，有时阵咱损失的是损失咱下骹手人啦吼。所以咱讲拜道逢小人，做生意嘛就要逢小人啦吼。做生意那小人来，咱就。避免会犯劫财啦吼，有诶毋敢若劫财呢，还佫犯官司都有啦吼。有人我去大陆做生意，啊那做甲性命无去；有人是贪财，啊佫贪色，哦啊去遐伫路人诶陷阱啦，甚物拢总无安尼。啊人呢，伫即个时阵来犯小人，就是你诶运道拄好行伫遮。人讲带空蒙礼貌诶人呐，较爱出外，倒厝诶带较袂掉，但是欢喜好嘛较济。因为咱较有人缘、哦啊、但是所结的人足济、啊、到底是好是歹，咱啊温度徛伫咱这边，当然甲咱敬的人有啦吼，甲咱斗相共的嘛有。温度若无徛伫咱这边来的，拢总是要招咱啉烧酒吼、哦，啊无就去吼、哦，咱讲伫咱这有灾色的所在，啊那乌骨啊、白骨啊，人甲你拔来了后，你跳落，你都唔知能爬起来。无惊放咧，含公司工厂嘛放咧。啊、所以人讲吼，人的运是伫个咱运作伫咱家己心性，咱的心性若无够稳定，为什么心性无够稳定？有时啊，你也去用看命咯，讲啊，你的元神无力，咱的元神无力就是啥？咱的智慧门甲元神有关系。一个人若元神无力，吼、哦，伊就足容易用煽动，耳孔就轻轻，人讲啥拢未讲去想看卖，一下就人讲落难啊，这种呢？
他智慧跟自主力无够的人，叫做原神无力。原神无力的人讲容易冲翻掉，原神无力的人嘛，愿意讲足容易讲去讲沾一个爽，探一个病，你就去卡掉。所以讲原神光叫做原神本命星，所以讲拜到原神本命星是咧护咱的原神本命。哦，咱袂讲啊，拄着欢喜好，啊嘛袂。讲欢好，买大 A 换小 A， 讲大难，吼、哦，大难，伫咱这大难灾难内底，咱买逢凶化吉，种拜道功能真大。咱人要甲上天直接，然后咱讲要求天啦，求上天慈悲，嘛就要有这个道来引接。咱人是阴阳化生的，啊，做伫咧道局内底，吼、哦，唔管讲是咱的道诺元君、智慧大帝、五道神君，还是咱的太岁。啊，今年咱讲对冲太岁犯太岁，都已经得要过啊！哦，咱讲十月半，好、哦、过来就交子月，啊，就交明年丁酉年的命格。哦，啊，咱若丁酉年上加，哦，还是上什么，啊，就对冲。那么咱是一定要安太岁，偏冲对冲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若安道有一项好处，咱安自然必成功的年道，安、啊、了一家大事吼、哦。啊，咱若看到过啊，今年这是对冲，还是讲年冲？就是上加年冲，咱就主动会甲你安太岁丁。伫咱的这个吼啊，清虚殿吼，咱的道祖甲咱的道祖甲咱顾啊，太岁丁是安伫啥？咱六十甲子神君的边啊。吼、哦，咱讲咱有这个太岁神君照护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这个甲子神君六十尊呢，吼、哦，第二太岁是安伫三楼清虚殿啊，所以讲咱的太岁丁就安伫遐。哦，啊，咱讲对冲太岁偏冲，咱拢会甲你安太岁，所以你若是有参加拜道，你都免过去安太岁。太岁就是咱供伊，就会甲你安啦，主动伊就会甲你安好好，这你拢免烦恼啦吼。所以讲参加拜年道，咱唔是讲三天五天就收起来，咱这徛着就是一年。那么呢，伫一年吼，啊，咱这个日月，咱一定拢上供啦吼。蜜日就是啥？就是讲啊，咱每礼拜也是讲拄着吼咱的。咱的忌日，咱拢有上经、上五道经，吼、哦，咱讲南道诸佛八道消灾，也是讲上太岁经，吼、哦，来甲咱做年运，诶，这个消灾，这拢是咱慈天必生讲拜道的好处啦，吼、哦。所以，甲咱也是讲要拜生理运道、公司运道拢会使，做咱的生理，做咱的贵人。那么家运啊，感觉讲啊，都低落，吼、哦，啊，做啥物拢未好势，家运拢未顺，你甲拜道拜看卖。哦，拜一年、两年、第三年，就感觉哎，这个家运愈来愈好。这家运愈来愈好，就讲咱的磁场愈来愈强。拜到顶就是咧强化咱的磁场，强化咱家己本身的运，甲强化咱家己的命。啊，所以人讲太岁运年，咱的元神啊光彩哦，太岁会助咱。啊，咱如果讲咱有咧按这个刀顶，哦，咱有四零二十八宿，哦，甲咱的这个朱雀玄武。吼、哦，啊！加咱呢，定咧讲素灵是啥物？素灵就是啥？就是护咱的元神啦吼。然后前朱雀，后玄武，左青龙，右白虎，这叫做素灵。天之素灵，天之素灵来护咱的这个道，在咱的道内底，道局内底，都是有这个素灵吼来给咱护持啦吼。那每一个人那是有出生年月日，咱尽量甲写素四条，就是讲。在出生年月日时，安尼叫做四条。四条那是写的圆满是上佳好。囡仔那温度无好，要抗温，会记哩，他们增加爱提过来吼。啊，咱直接呢，甲咱的朋友报告，此天必生讲，咱二楼和咱母娘甲咱照顾，到那员工甲咱照顾，年温流连甲咱照顾顺利，和囡仔呢吼，读书的定位，文昌的定位，就是安道。咱道量有限，啊，咱若要安道，咱即马都爱赶紧报名哦。以上是咱慈天必生讲，哦，咱即马近月来吼，啊，这个较大诶，这个圣事，就是基安礼道发挥，而且甲大家报告。啊，咱诶香香款速查讲无广告吼，拢简单略过就好了吼。慈天必生讲有做香，但是毋是香水香，毋是化学香，毋是大陆进口，嘛毋是越南进口的，是台湾老师傅所做的，手工做的，啊，咱日头晒的物件好，毋免讲一直咧讲，咱用了，甲人斗相报，人讲功德大家做了吼。每箱的香，如果你若用了好，啊，恁一分一分安尼甲咱结缘，那么呢，咱嘛是等于做着咱这个电台啦吼，有费用嘛吼，啊，恁的功德拢是做伫啥？
宣扬人生的节目啦吼。啊，这节目内底，因为你有请香权，也是讲啊，你都有咧顾这个去啊，咱的这个吼、哦、虫草王，也是讲金盖绿蜂胶也交流的用，啊，咱讲加减一丝啦，啊，赞助着咱的节目经费，功德无量。以上算广告。啊、来，咱今日有咱的道亲讲要听忏悔啦吼，今晚咪想甲你做播出。感恩咱点播朋友，啊，甲咱的道亲啦吼。来，咱的朋友，咱讲科学有伊的指点，科学有伊的概念，咱了解吼，咱常咧讲啊，这个科学有一个指点伫咧，啊，嘛有一个概念伫咧啦吼。铁学嘛同款吼，啊，咱即马讲万事万物伊个特殊个所在啦吼，像咱即马中医所用个吼，中医所用是用啥？实际存在每一个个体，但是中医伊是咧了解啥？中医伫通过这个玄学内底，伊要了解讲咱人个气安怎行吼，啊，所以咱讲赞美。吼、哦，赞美啦吼、哦！啊，伫这个中医通过这个玄学，伊就为这个太极阴阳五行这套理论的系统，将万事万物的恩果，吼、哦，透思想化繁为简，化繁为简啦吼、哦。然后呢，集吼、哦、咱这个简单吼、哦、啊来驾驭这个繁，就是讲每一项代志要还原啦吼，伊、哦、本来的专项要呈现到咱原来的这个事物。伊就对这个啥，这个中医玄学论内底，中医治病吼嘛是一种啥事物的这个特殊性，其实离袂开咱五行属类啦吼。五行内底包含着啥？包含着咱阴，咱咧讲的讲阴阳，嘛包含着咱人的这个啥气脉。啊，所以讲吼，咱易经咧讲无极而太极吼，咧易有太极
吼、哦、啊，生有两仪，啊，两仪该生四象，伫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共六十四卦。老子的本易经内底讲道生一，吼、哦、啊，太极一生二，两仪三，吼、哦、咱常咧讲啊，道生一是生啥？生太极啊，啊一生二，吼、哦、就是生两仪嘛。啊，二生三是生四象，吼、哦、啊，三生则来万物。老子咧讲生三是讲生第三次的意思吗？唔是哦，意思咧讲《易经》内底无极，吼、哦，无极是形而上，吼、哦，属先天的，天地未判前之位，吼、哦、啊，太极呢，伊还是形而下，形而下，吼、哦，无极是先天存在精神能量，啊，这跟咱灵修有关系无？有啊。啊！你若讲甲灵修无关系，咱就免讲这段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若先甲了解者吼。先啊，讲伫这个四象生八卦内底，八卦各有六十四卦。老子伊要讲到这个吼、哦，本易经要讲到这个原本的易经，就为多生一，吼、哦，生出着太极，一生二生出着两仪啦，吼、哦，化出着两仪，三生吼、哦、四象。哦，化四象，三生万物。老子咧讲生三，是咧讲生第三次迄个意思，就是咧讲易经内底无极。啊，所以讲这无极是形而上，伫拄只面上讲先天的嘛。啊，天地未判进前，咱就讲伊是无极嘛。好、哦，那么太极伊也是形而下。啊，所以讲这个无极是先天存在精神能量，精神能量哦。好、哦，啊，太极是先天能量。精神甲先天差在哪里？所以咱就啊，先天存在这精神能量甲太极的先天能量、精神能量，吼、哦，甲先天能量转化为有形的物质，为啊开始哦。所以也经咧讲，形而上为则道嘛，吼、哦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气，气。就是咱讲气库的气，这就咧讲有形的物质是由无形的精神所转化的，所以《易经》内底讲形而上、形而下来形容道气、道甲气。吼、哦，啊，咱去讲解开的这个物质由能量转换的秘密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科学家呢证明哦，讲这个质量甲能量一旦互相互换、互换啦吼，伫、哦、科学家比这个《易经》吼晚了五千年哦。咱的科学家现在才了解，伫五千年前人就知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即卖科学家万五千年才了解，这个物质会当化为能量，啊，这个能量确实会当还原为精神。现在讲这个能量亦可还原为精神，这个神也就是咧讲科学，吼、哦，所无能为力的。为什么讲科学所无能为力的？就咱即卖核磁内底。你看到这个光内底有粒子波动，吼、哦，伊这内底面的物质波动接近能量，内底面伊看会出咱人，所以咱来讲人心随小配天地啦。人这个能量啊，失的时阵，精神无去的时阵，咱的这个细胞也转换为什么坏的、无好的，啊，这无好的能量所产生的这个细胞，就是叫做啥？咱即马目前咧讲的癌症，这个癌能。吼、哦，医学啦，吼、哦，伊咧讲癌会当医无？会，会当防治无？会，但是你要哪去防治？要哪去防治？伊讲物质波动接近能量，咱人就缺少能量。什么叫缺少能量？咱做拢要甲做甲哪超过，食也要甲食甲伤饱。吼、哦，咱定讲白天就是天时，早上就是天时，中昼叫人时，暗时叫做鬼时。但即马二十四点钟的咱开的这个吼、哦，咱的店。有真济人也搁伫遐咧食，大食大啉。暗时啊，毛二十四点钟的人嘛是伫遐咧大食大啉。夜间饮食过度叫做鬼食啊，鬼食。啊，所以讲，无极是太极是阶段内底都甲你讲啥？你讲太一、太初、太数、太数、太极、五极，这五个阶段就是讲先天，嗯，这个神心运的在啥？神精神能量蕴让的精神能量。达1200万度以上的产生的一点物质，所以咱即马来讲啊，台湾是一个上盖好的这个能量，什么能量？啊，有感情的人爱来台湾，啊去找一个上盖好的所在去啊静坐，去啊受这个先天的这个啥精神能量，
安尼呢吼，伊自然呢，这个癌症啊慢慢转化，坏的细胞会转化好的细胞。啊，咱即马用这个能量学，都咧讲啥？破病人爱去山顶啦，爱去找一个足好足好的这个能量，去静坐放空，然后去达到吼，达到讲精神的这个吼，这点，然后甲后边这个啥，甲后边咱咧讲的讲，为什么讲形而下？吼，伫形容到咱人。化要安怎化作这个能量，精神能量，啊，甲化作咱后天呢？你要安怎去转化这个癌细胞？啊，所以咱今麦咧讲吼，较早道祖咧讲吼，这个元太极的时阵五千年讲的，甲今麦五千年后，可我刚才发现到哦，发现到讲吼，哦，啊，这个能量呢，是伫咱地球内底哦，吼，这无叫就是道嘛，是万事万物所演化的源头甲规律。啊，既然是吼、哦，咱讲万事万物所演化源头的规律，物质演化为太极，物质的起点是太极演化为阴阳嘛，为这开始哦。啊，这阴阳两气讲清，喏、哦，讲清清则上升为天嘛，中落则下降为地，有天地日月有日月，有日月又有万物嘛。咱人无万物也无日头，你嘛未成长。啊，咱讲规工用甲咱拍个，无咱困，无这个月嘛袂使。所以讲有这个日月，然后这个万物就生啊，万物皆阴阳两气所生嘛。啊，所以讲万物负阴是破阳，充气是依回啦。吼、哦，咱定咧讲充气是依合嘛。伫阴阳两气是由先天主气太极所化，先天主气是由无形无相的无极所酝酿的精神能量。万事万物了解来到这。五行认通啊，这是上的有形嘛，阴阳两相吼啊，阴阳又归于一啊，所以讲太极由此在这个所在，都一本善万事，万事不离一本，一都不离吼啊，所以讲一都不即不离，不一不一，这就是叫做玄学的精辟论述了吼啊，这易卦内底讲啊，神无方，易易无体。先来讲神无方是一无体，神者万，人讲妙万不是为言嘛，不急不速，不行于止。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这个庄子，他在人讲庄子内底咧讲这逍遥游啦吼，庄子咧讲这个逍遥游内底就讲啊，伊讲既然吼，至少无来嘛吼、哦，啊，咱讲天下万物，伫这个泰山为首，目睹伊。譬如你讲，讲天地以我并生嘛，万物以我为一，吼、哦，这拢是玄学论。所以讲，伫这个医学内底，玄学论、玄学论，此人必生讲咱哦，这个文化馆内底有这个道藏养生学内底，即讲到这个吼、哦，中医玄学论，伫素食免啊顾身体，免啊防止癌症，对着咱这个能量、先天的精神能量，化作后天的有形，咱要安怎下当安怎？会当伫这个所在来转化，啊，所以人即马拢讲，哦，台湾、美国迄边研究啦，讲台湾南港遐有一个吼、哦、最高能量，吼、哦、有病痛的人就去那边，吼、哦、坐着练功，吼、哦、有法度喏，癌细胞会当去毒，好的细胞来驾驭癌细胞，啊，即马美国人讲癌细胞免用电的，吼、哦、啊免用化疗，免用吃，用能量去治疗，啊，即马开始已经有人安怎？有人的实践，癌细胞是用这样的，用这个精神能量跟咱即马后天的这个啥，的这个能量相辅相成去转换。所以咱讲道教是咱中国国有宗教，志在奉天行道啦吼，以道立教，以教化人。咱即马已经传承千万代啊吼，下通万世之变。啊，所以讲道，咱常咧讲尊道贵德，礼物济群生啦，无相。纲领拢是以合同天人，吼、哦，甲咱遮所有诶，吼、哦，专精境界。咱定咧讲合同天人，就是咧讲神呐、啊，吼、哦。啊，今仔日因呢伫专精境界，吼、哦，啊来到这个世间来圣化世界，就是要创啥？就是要来教咱人，你了解，吼、哦，了解。为这个吼、哦，为这个先天大道无数来对面太极太一有一。分为三元，化三元化育万物，而生生不息上古这个时阵，伊在教咱，会再搁找倒转去，
吼、哦，咱即马是毋是拢哦，朗朗乾坤，吼、哦，虚化的世界，咱这虚化的世界会着着遮济癌，拢是食，啊，甲空气污染，甲咱破坏地球的关系，啊，所以咱要安怎会当安怎？莫运神智而作道德经，本自然之妙理。咱来学道德经啦，迄、那个自然的妙理，咱会当灭温心地，阴阳大顺嘛。咱人啊，阴阳若大顺，就袂生癌。即个咱每一个月都拢细胞拢在换嘛，吼、哦，歹的细胞去毒，好的细胞，好的细胞若来，歹的细胞就走。啊，咱的细胞袂走，结做癌，是因为咱无力嘛。咱的细菌，好的细菌无力，啊，所以讲咱就无法度去去毒这个歹的细菌嘛。所以甲你讲阴阳要哪大顺，无为而不为嘛。既然是无为而无不为，无生而无不生，无有而无不有，无用而无不用，就是用上悬的证明给咱嘛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讲吼、哦，咱既然吼、哦、在咱这个道教张道陵祖师呢，伫讲到这个吼、哦、老子，吼、哦、讲到这个斋戒降伏敬备五道，吼、哦、这个正义开伏，这个六派内底面，这个五大道派内底。这个玄学里底，包括咱人的性命，包括咱人的这个生根，包括咱人的生寿，所以咱常讲爱护无闻，为人自招啦吼。咱讲天道自现，不天不祥，这就是一个智力啦吼。那么咱今日呢吼，就讲到这吼，啊，跟咱的道亲呢共同来分享。啊、来慈天必生公，恭喜一个婚姻观大悲乡三吉村中比十六至五十二号。咱若要拜道，也是讲下晡时两点半要，吼、哦、来请书问书，咱有这事，啊，咱卡一个电话啦，吼、哦，5916045，我关切边在加空五，来恁今日甲做一个回向。愿你今日所讲切功德回向所兄弟姊妹，世世安稳常欢喜，消冤解业心清净，身体健康财难敌，家安如意事业顺，得主合情功名成，所求事项皆如愿，身亡超生转安乐，法界众生得离苦，一祝大恩正善因，今世慧开福遍缘，无量寿佛太上感应，无量慈悲，感恩无量无量感恩，咱伫这呢祝大家吉祥平安。再见，拜拜。